又来了。不巧，他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去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俩这关系你不知道吗？什么关系？就做冰淇淋的关系呗。对啊，做冰淇淋的关系。他今天没有给我送。打个电话问问他呀。我不找他，我来买冰淇淋。行吧，那你看看你要哪个，我给你做。我全要。你全要？你确定？确定。你一个人做得过来吗？我做不过来啊。哦。喂，木木。喂，甜甜的，你赶紧回来啊！怎么了？咱们店来了一单大生意，要咱们所有的冰淇淋。谁呀、啊？这么豪横？就你那小哥哥呗。哦，但我现在确实有事情赶不回去。你看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。行，嗯，那行，拜拜啊。好。他正在给别人做，来不了，他让我自己做。哦，他说了，让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你看你还全要吗？要，全要。哦，那行吧，那你得稍微等我一会儿啊。钱我付过了，你慢慢做。哎，那我那个送拿一会儿。不送。啊，不送。你们又让我做又不让我送，你们吵架就吵架呗，那我今天算怎么回事？其他都挺好啊，就是这家甜品方我不太喜欢，你们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那您再看看这家。嗯，这家不错，就他们家吧。嗯，好。王元义，怎么了？我想让你帮个忙。哟，苏大神都开口了，啥事儿？啥事儿？欢迎光临。你好，那有什么需要吗？你们这个前男友酸奶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抹茶冰淇淋上面撒点绿，要不要尝一下？我来个骑手有余。好的，稍等啊。你们店里是不是还有个女孩啊？啊，是，还有我们老板女儿。哦，难怪呢。难怪什么？难怪我老看见一个人在这儿。那你就是店长喽？嗯，冰淇淋。哎，等等，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吃冰淇淋，我有事情找你。找我啊？坐。哦。是这样的，对面的未来飞行公司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我呢，就是代表我们公司。来寻找公司周年庆派对的甜品合作方，我们大约需要200人左右的冷饮甜品，你们这个小店能接吗？200个人太多了，我怕我们这儿人手不够。那你考虑考虑，费用呢？你不必操心，肯定是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，会超过你们一个月的营业额。如果想好了，明天早上就带着所有的甜品来见我。过了明天早上，我们就选择其他店了。好。行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慢走啊。哦，对了，希望明天早上能见到你。嗯。